你不去握农民沾满泥土的手，你不去握工人沾满油渍的手，你不去接触这个因为长期训练你的手非常粗糙的解放军指战员的手，你其实感受不到真正的中国它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。就像履职过程当中的吊椅兵一样，履职啊，履就是鞋子，就是脚啊，你不是用嘴去履职，你是要用脚去履职，你是要走到他们当中去。因为你真真正正的让自己的双脚啊沾满更多的泥土，你就能够看到更多的问题。